的，当然它是新车哦。那我记得回顾一下，它从预售，他说他就接了接近5000台。跟十月的比较来说 ，HRV 小幅上扬 ，Kicks 也是上扬，那到底影响到了谁？这个第六名的 New Sentra 它就有1500台的订单喽。